果大家注意到的话，我的 videos 有时候的 duration 很短，甚至可能一两分钟而已。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有点问题，尤其是我 right eye， 每次我用电脑 edit 不到五分钟这样而已，哇，眼睛就很干，人很辛苦。用手机的时候也是这样，尤其是 Android 的手机。用来我用 iPhone 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用 Android 的时候特别严重。用电脑的时候也是很假了。所以现在就要去 National Eye Center 看医生哦。拖延很久了，终于还是决定，不要看医生。Can pay by Nets, correct? Okay, thank you. Well, 医生的 diagnosis 是说我有 dry eye。然后，基本上就是 advise 我会喝那个 eye 的那些东西不要用，像 tablet、电脑、手机，那是不可能的吧？对啊，要是没办法用电脑、手机或 tablet 的话，tablet 跟手机方面是还好 ，OK， 我可以少用，但是电脑不用的话，怎么剪接？不可能的嘛。Anyway， 他给了我一个是用来洗 eyelashes 的，因为到时候 eyelashes 很长，所以很容易有 dirt 啊、dust 啊在上面，这是用来洗 eyelashes 的。然后还有这个是用来hydrate 那个 eye，keep it moisturized。连这个是，如果觉得痒的话，就可以滴这个眼药水止痒哦。但是我都不觉得痒。Anyway， stop making videos 是不可能的 ，OK？ 停止使用电脑也是不可能的。我就尽量少用吧。当你们看到这部影视的时候，我人已经在香港了。这一趟回去最主要就是看看家人。对啊，因为我已经大概12年没有回去了。去了香港之后，我会过去马来西亚，而去了马来西亚之后，我会过去泰国。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 upload videos 的了。但是我要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当然就会拍下来，或好看的风景也当然会拍下来。连有机会剪接影视的时候，我就会剪接然后上传。关于 upload 这一方面，我看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 upload 的。但是我有几部影视是 reserved for rainy days like this。我会在这段时间里 upload 这些 reserved 的 videos， maybe 一个月一部吧。对啊，因为我也没有太多 reserved 的 videos， 好像只是两个而已。对哦，就是这样了。希望这些 eye drops 还有 a break from 我的电脑，可以让我的眼睛恢复正常。就已经2年多了，我也不懂为什么一直拖延不看医生呢？对啊，或许是因为不敢面对它，逃避哦。anyway 就是这样啊。